上后脚翘起来的人。哦，我是前脚，不是趴着。哈
就只是雾呢。嗯，那要滑什么？先去滑绿线，再接去那个宽宽红线，还是这一次滑到绿线，马上就接那个黑线？拍一张照片。哇，这么薄嘞！嘿啊，最 most difficult。直直走下去就是啊，直直走下去会碰到那个绿线，然后就是会就会继续往下走，还是同一条名字。我们没有要下，要下也不是今天下，等它薄雾一点再下吧。这都是牙，很多牙。牙哪里是牙？一根一根要那个要冒出来，有点粗的那一段。这是啊？下面的、啊、牙根皮。牙皮。啊，走吧。哎、欸，这个人是小机车。有点馒头呢。
去红色那边好了。还是用切切，这个切切就还好。啊？那就来切切。就是有一些馒头，有一些馒头这样，还好。对啊，因为不是很陡，就是馒头有点烦的事。我是想说比较这边一点看是不是比较没有馒头，这边确实比较没有啊，就是那边多这边少啊。这里恐怕我们就要走那条我们之前就说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局限了，缆车旁的局限。喂，第一次站在这里往那边看，下半部感觉比较陡。我说那条线以后呢？对啊，看不到后面，表示后面比较陡，那里的馒头可能比较凶。好像往右切一次，这个坡度就被解掉了。坡度完全用完了，这里不倒。可以啊。我还是想慢慢下。这里当然要慢慢下啊。这里可能有一些，那里左边有一个馒头，有没有？前面一个坑啊。你的正前方大约8公尺。
那里没有，正下面有一个。有啊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对啊。没有，没差，我就是用这个速度下的。拍照，从下面看好像就是没什么，但是被人家弄出了馒头就有点累。哦，你说过小桥走路旁边的路？对啊，现在轮到我们走那条路了，其他人都觉得，哎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？在看那个人爬出来，他要前进啊，但是太深了。乗車は、脱線しないようお願いします。没有。また、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で停止した場合、また、運転の不備があるので、保护机制。
可以爬出来，就是上半身往前扑，然后后面再往前蹬，这样这样，扑三四下就出来了。所以他不是很挣扎，他是知道怎么出来。
刚刚滑了 North Star。我们有下这一条，但是没有走过这一段这一块。Natural Terrain。我们刚是 Selkie Way 吗？我们刚滑的是 North Star。就是这条我们现在下去接了绿线之后就下去的黑线，然后上一次是那个，上一次说这条是新的吗？好宽哦，一条红线，然后这个旁边这个下来没有滑过，好好看。而且我现在注意到这里有一些，这里有个咖啡耶，有吗？哪里？那中间，那就是被你说不好好经营的那一家。那家哦，对啊。它旁边啊，绿线最后也是回来了，这是接的地方，这个就是这家。好，好 ，Natural Terrain。然后 Natural Terrain 滑完，我们就可以去这边看看了。对啊，以前我们过来是走这条 ，Road to Gondola。啊，这两条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。有啦。以前就有吗？应该有吧。不知道。好雾，我录个很雾的影片好了，从右往左。Thank you。 最后停不下的感觉，最后面比较累，
又硬又陡。一开始还不累，还觉得啊慢慢来哦。最后我很可怕。对，最后雪堆也比较多。好啦，走了，帮一下。What？这里啊，这边是压过，然后右边是没压过。分叉在哪里？啊？分叉在哪里？啊？刚我是这样分叉一小段。在那两个柱子的右边。啊，这么小段。对啊。会看到绿线在那边欸，会看到绿线在那边欸，那个绿线这样子接过来的。我觉得这边好，我们说好宽好大哦，那是哪一条？是这个？就这个啊，左半有压，右半没压，但是现在左半也没有很好滑，我来这边试试看。都不好滑，都不好滑。欸，一个洞。那是缆车线。嗯，等一下去看他那边写什么好了。那个凹槽该不会也可以滑吧？不知道啊。是要怎样直直走而已吗？我鞋子很松。我也觉得我整个鞋子超松的。
就那条直直的路哦。终极 Natural Terrain。好像船道要飞出去了。对啊，好像是做了一堆这个跳跳。哦，那怎么办？好高哦。对啊，如果全速的话会飞出去吧。我觉得不行。好啦，那我就走中间吧。慢慢的过去，你爬。对啊，你要中等中等，几乎到能站在山顶的那种高度，是可以啊，那何必呢？就不用过，不用不用。你要吗？可以过，但是它应该会顺顺的滑下来。Depends on 你的初始速度。那我先下去，我看你怎么过，看你飞过去以后变成什么样子。那、啊、你站在那里，好啊 ，OK。嘿啊，我觉得都快摔死了。我刚刚光在前面那边，我都快摔死的感觉了。你说怎样？我刚刚都觉得好像快脱板要摔死了。真的啊，我滑到旁边的时候，就是这里雪突然变深啊，我没有心理准备。对啊，我不要了，太累了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我吓死了。
不过肩膀撞到了一点。哎呀！哎呀！不对。这不是员工用的路口。这是继续往前走。往前走还可以呢。我看左边，以上为伍，高度以上为伍。好了，下面的水还在流，跟昨天洞差不多大。这是小动物吗？是，他们要来喝水啊。喝水虽小很小哎。只有去跟回不见了。呵呵。这里有。呵呵。第一次看到了雏鸡，看到了，这里多呢。这块森林不好滑，所以就动物自己留着了。但我觉得没有路，这距离很短，短一小。兔子嘞，我。这里都有，很多。喝水附近超级多，会不会是因为今天雪没有很大？会不会改变了？哦，今天脚酸呢。怎么了？不知道。这脚比较远。这脚比较远。但是这里就有人滑过了，奇怪。这也有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认为是雪大不大的差别啊。这里很接近雪场，也有他要走出来，他穿越过雪场吗？今日是风蛮小的一天，预报说7到14。有痕迹耶，怎么有快要很舔馒头的痕迹？有啊，肯定有人滑出馒头的。几分呢、啊？几点几分？你在等休息，好像大概才一点吧，会不会？滑个大概3次就，或4次就2点了，可以喝饮料了。一点快20。大概也只滑2-3次啊。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的，但是扭来扭去，也不会避啦。其实它的这个要诀有点像 Mosquito 的小爪。
所以那样子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我也不大清楚。穿越完头发，改改觉得很困扰。哦，接触到其他学生了。啊，这里。等一下来看吗？感觉是有 N 个门都要过是吧？
险的啊。他穿个那个衣服，人家会来质疑他。对啊，是明眼人都知道，但是不知道。而且还会有一个疑虑，就是他到底要什么签进来的？哦。之前那种打黑工的话，就是旅游签啊，三个月。就是，而且那种有些就是跟着，有些是跟着学生一起来，像灯塔好像每次都是跟着学生一起来。进进出出不算赚钱，他自己也想花。不过他好，不是我昨天看到他说他快下礼拜了，还是要来搬回，但是不知道是他自己来玩还是他教课。嗯，是拿钱还是给钱？他之前就去过一趟意大利啊，瑞士的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回来就确诊。嗯，哎，然后雨轮到底是有中还是没中？雨轮好像没中。我的老头用法我知道，我知道要那样，但是我有些地面我做不出来。那个我弯不下去，因为一卡死就往后。没有没有，比如说刚刚的那个仔仔那个山顶接红线那个最后那一道，我真的弯不下去，因为我一直因为已经这样子了，下不去，已经这样子了，下不去，下不去，然后弯也弯不下去，心里知道要弯，但是我弯不下去。嗯，你懂吗？嗯，你懂吗？我一开始也是这样，弯不下去。越做会越能够弯的时机就会越来越多。一开始还觉得，哎，这段我已经成功了，很慢的下，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快，又没做好，好像是声音的关系，还有下面的雪堆比较高。我都在要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看全场。那我看有没有带头老师在前面啊？橘色的，倒着的是吧？